呢，我们找到三个，就是说我知道有指冠阳、易凤还有孟勋，然后对，当然还有台北中介，对。那就是我们今天呢，因为冠阳他本身是 TA， 所以他今天规划出所有工作该有的流程。那该有的流程，那我们也开了一个 Slack 频道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加入，就是 Slack 的入口跟 Cody 我们都讨论出来。那也有就是冠阳也分配好了大家的分工，就是所以我们都尽量的按照进度走，就是还好有冠阳。对，那我们今天好，而且然后我们也把就是跟立委相关的资料连结都放在上面，那一切都是知道连结的人都可以编辑公开，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再加入。那这边成果部分我请冠阳说。大家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话主要是我们把原本已经从网上收集来的资料，我们把它整理成一个 Google 表单。那我们今天最主要的话就是我们有新增像是 Facebook、Wiki 跟 Line ID， 那这几个就是大家会比较常去搜寻立委的方式。那当然像传统像地址、电话我们都有。那未来的话，我们就是希望说可以把这个表单可以更收集的更完整。那另外的话，我们也大概先想一下这个界面大概可以长什么样子。我们想说它叫立委看点位，那其实它可以一个搜寻简单搜寻页面，那可以依照专业，依照每个立委它不同的专业，比如说你想要对亲子议题，比如像是软的立委，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议题，那另外一个依地点，你现在所在位置最近地点的立委的服务处在哪边，所以呢另外随机搜寻，那下面也会有一个可能本日主打，或者今日我最怎么样的立委介绍，比如说在这边写蒋万安，对。对，那它下面讲一专业搜寻的话，就是像就是各个面向社会福利啊、外交、经济、教育、文化。那像点社会福利，它大致像现在长得比较丑，因为大家长这样子，它可能会有可能蒋万安他的 Facebook、Wiki、Line，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你怎么样可以去联络这个立委。对，那一地点搜寻的话也是一样。对，那最后会设计一个 lucky， 就是说你可以随机可以搜寻说。今天会出现哪一个立委这样子，然后下面会列出说为什么你该认识蒋万南，他可能会做什么事情，那他的问政记录，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做这样子呢，看一下大概目前今天的 demo 大概长这样子，我们先做出来一个假的页，实际的页面，它大概会下面会列出所有的立委，我们先把立委放上来，等到假如说你已经知道特定的名字的话，比如说你打王，就可以把立委名字都搜寻出来，然后下面已经有电话了，所以你可以直接打给那个立委。对，假如有问题的话，那我们今天最主要成果是这样子。那希望说未来下一次或者是有后续的活动的话，我们希望说可以把刚才的这个表单把它补得更齐。对，那我们已经有后台系统，已经有稍微建立一个模型，那我们可以把它修改成可以更方便管理。对，那我们现在是以第九届，那我们希望可以未来可以把可能第九届、第十届或者是前几届的全部把它组织起来。那未来希望成为一个台湾 number one 的一个立委资讯平台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就是冠阳说他今天对大家说，我是认识一群很棒的人，那谢谢大家。谢谢。